我自己是候选人，所有的这个败选的因素我要一个人承担。当不成郑市长，郑运鹏回来立院当郑立委，强调败选一肩扛，但同党赖昆成可不这么想。曾经争取参战台东县长失利，赖昆成透过脸书痛批党内提名小组选对会没收民进党传统党内初选机制，让创党以来强调的民主荡然无存。内定国王人马匆促上阵，却又阵前换将，选对会应该改为选错会。这每一位先进，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那这一次的败选当然是多重因素嘛，他在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角度上都有不同的见解，这点我尊重他的发言。那我相信中央党部也会收集这相关的意见。没收初选机制是否成败选关键，党内顿时陷入一股抓战犯的气氛。立委何志伟就开了第一枪，点名英系要角洪耀福、洪耀南兄弟党以及黄成国，让黑道进入陈时中决策小圈圈。算抹黑的形式啦，不然你就具体提出是哪些事件嘛，哈，应该是这样讲。那就我所知道的，陈时中的团队里面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像这种情况存在。被指控的反咬是抹黑，洪耀福火气更大，怒呛何志伟再三扯后腿，根本是民进党的败类。绿营北市议员刘耀仁再补一枪，痛骂何志伟为了私利伤害党内同志不手软，更直言全台北最有心机、最擅长政治算计，甚至最难相处的就是你何志伟，闭上你的鸟嘴。当然我觉得当然选后大家火气都比较大啦，因为毕竟可能心情都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可能大家也都有对彼此的一些累积的一些情绪。何志伟就是一个你知道每天就是可能心情会比较受到影响，毕竟他可能比较在意。败选检讨声浪四起，民进党要卷土重来恐怕得先内部团结。《镜新闻》何坤元、徐荣彩报道。